再公开奇特收藏，稀有羽毛得来不易。这些我收藏的，哇，有鹦鹉啊，有老鹰的，然后有最危险的就是这个鸵鸟进去它的笼子嘛，一群鸵鸟跑过来啊，然后绕着你一圈，鸵鸟就是这样。今天晚上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